俺大家现在清晰的地方吧，叫羊鼻子，就你不管猪也好，羊也好，牛也好，就这地方这个鼻子哈，尽量能不要的不能要。多羊配，羊肚撒点盐，洗一洗。行了。自己吃得洗干净的，再最后用点油哈，洗就行了。看着走。羊头羊排羊肉下锅冒下水，打上浮沫，加水开煮，姜花椒下锅，盖开煮，煮40分钟。这个黄瓜哈，甘甜甘甜的。这样，你戴的小帽还刚好看嘞。哎呀嘿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好看哦，那就给爸爸吧。我给你看一下。这个羊排不成熟哈，先把羊排弄出来。哎妈，羊头再稍微煮上。光弄羊排，羊排羊肉，把羊肚下锅煮一下，羊肠这个吧不成熟，把羊头给切吧切吧。其实这个羊头哈，你要说不带皮哈，它就木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我感觉我还是非常喜欢吃带皮的羊头，非常香。它那地上都没有。羊肉、羊排、羊肚、羊头切好了哈，把羊脑子放进去。把羊血放上哈，这时候把蒜放进去，加大火烧开。俺家做羊汤哈非常好喝，今天就是严格按照俺家这个方法做羊汤哈，就是煮羊排的时候煮了40分钟，其他料基本不放。出锅是吧？出锅。来。这再出。俺打就放点醋，放点盐，少放点胡椒粉。俺试试这会儿。哎，我是装瓶子喝米去。俺是装瓶喝真好。哎呀，哎，羊肉真好吃。你说花多少钱？是吗？你咋样？160块钱。他这160多块钱。160多块钱。哦，160块钱。160块钱还捏的，还有那斤装羊肉呢。还能那斤羊肉。那得600多，640，那别半斤得640啊，那喝不上，喝不够。但是你645，你得，饭店你吃不动好。哎呀，都不麻烦了。哎，俺这是两大盆哈，这一盆先吃了，另一盆哈再过来。哦，这一碗会很牛。这羊汤里就放点辣椒。长辣椒、香菜、葱花，喝吧。羊舌头、羊肉、羊肚，没有。羊汤泡冰好吃吧？这样。心肠。哎呀。夏天喝这瓶啤酒真热。喝第三碗了，连肉带汤三碗哈。就俺俩今天中午煮这个羊肉哈，比羊锅煮的都好吃。今天还有不少，临走时我得给这是什么？这个。看那个高压锅。和高压锅烧一下。也不烫也不热，得回来再烧。这小味太好了，俺这家的煮羊汤啊，你都喝不了。
但这个哈，你要做不好哈，三米太大了。俺今天买这个就去，确实是要本地养，真好。今天还没下雨，没下雨哈，嗯，这下雨没有。哪会没这种呀？今天这场雨下的真大，俺给小姐姐哈来家这趟不许自行，上午接赶了，中午羊肉也吃了，嗯。那个，那个把所有水搬完以后啊，开始下雨了。嗯，大家说，俺都给你烧点羊汤，你就尝尝这小味吧。我操，我闻着有点膻。保证不膻。慎吃。给你耳朵盛点。那怎么样？这次这个没有膻味。好吃吧？嗯。但是这个味还行吧？你咋就不好吃了呢？我感觉就挺好吃的。我感觉也挺好吃的。现在俺已经回来了哈，来家教大家的尝啥就行了。我现在哈得该洗澡的洗澡，洗完澡以后我再吃。那就看啥我这个衣服行了，看着吧，这地方挑背是不是？这是松背绳哈，我穿个背心儿，哎，它的背心里边成什么样哈？那就详细。你别再恶心了啊！太热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吧哈，喜欢的哈。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了个拜，拜了个拜。